真心的感谢所有人，谢谢。这个是泰国的露楚，我的一位工作人员呢，他特别想吃，然后呢他就麻烦我给他带了。然后在刚刚在飞机上的时候，有一位空姐跟我说，那个这个你有可能拿不下去哦。说为什么拿不出去，他说因为你这个东西是水果，所以拿不出去。然后我想说的就是，我说老师这个并不是水果，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。然后它是水果的形状，大家有没有看着，它是一个粉做的一个甜点。然后他就说因为我看都是水果的形状，空姐，西瓜能这么修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排练。起来的时候，我的鼻子永远都会就是鼻炎。今天我们要去排练，就第一次跟乐队合排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是先吃点东西，然后呢，今天就是吃的广州的点心云吞，然后虾饺、鸡爪、抄手，都吃完，待会儿要去排练。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吗？因为我上次来看完了《孤注一掷》，是吧？对，《孤注一掷》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我想看来的是那个叫啥来着？哇，突然忘记名字了。宋威龙那一部剧《念念相忘》。念念相忘，这个不错。青春校园的那种题材的。对，因为毕竟我的青春校园没有恋爱。可以，看一下，就滋润一下自己的内心。因为一直以来，我每年都跟我的家人过自己的生日。自从出来工作了之后，就很少，就都没有跟家人一起过生日。今年终于。其实今年这个生日还蛮特别的，其实相当于零点是和粉丝一起跨的，但是生日当天是会和家人一起过。对，很开心哦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说要去排练了，希望一切顺利。所以明天 Kiba 老师又会来吗？他那时候他之前有一个演出他改期了，就是刚好改到了这两天，只有一个好消息。看我狗狗游泳。再见。我今年是有在开始运动，就是可能飞盘啊，可能游泳。我也不是说每天游泳啊，每天健身啊，这种就是可能一个礼拜3-4回。其实我发现啊，真的就是当生活有很多的压力啊，或者是说也有很多就是不快乐啊，或者什么的，确实运动它是可以帮助你
第一会让你身体健康，第二就是它会排那个多巴胺，让你感觉到快乐。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社会，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心态，你有好心态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身边的事物都很美。我要继续游了，加油哦，多巴胺少女。老师，如果可以我们就来吧。好好的，马上马上，因为我待会儿还有工作，就一丢丢就可以了，一点点。好，谢谢。银河中您是可以打得再那个一点okay. 就是现在有点太拘谨了，有点对 relax 就是你玩起来就行了，就是那种谢谢生日快乐 ！Wonderful， 还有 Green Pan， 哇，这还能计算！感谢各位的花篮，感谢各位对我的喜爱，我们晚上见。
千里的山间人意，就像海水和云。